走，出发去阿霞那里，拿了钥匙没？我拿了钥匙。上饭吃去。大热天的，真的有点不想去哟。坐在里面真爽啦，是那个坐的，这里面都是烫手。我真喜欢看这个树，椰子树，下班的高峰期呀。现在几点钟？12:05。青春无风吹过身旁。是啊，是走这边。转眼容颜渐渐沧桑。一爱风过，为梦也曾起。真的，男的真无数来呀。怀念那时的模样。功名利禄互相无伤。这里摆摊，你看看。是摆摊好舒服啊，一个大树荫。虚无的祥云在摆摊的还真不爽嘞，没有。经历多了，喜欢望着月亮，去北京那些过往。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？不管你背着什么行囊，都要经历一样的寒来暑往，酸甜苦辣也都要品尝。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？这几个刚到的哈，刚到的老挝女孩子啊，做饭，看他们做什么吃。列车的路上，每段风景都值得欣赏。一般来说没结过婚啊，因为结过婚不可能来这里，一般不可能来这里上班的。都在家里照顾嘛。啊。老公不会让他出来的。他倒闲呀。有道理啊，有道理哈。就好像中国人，你隔这么远的出来。我们中国人钱都不用，出去外面打工啊。中国人好，想个东西。其实我们这种方式不一定是对的吧，哈。啊？啊？我们你看，夫妻两地分居，并不一定是对的。啊，给咱们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大熊老婆啊，大熊村子里面的。那村里面的啊。别人父母啊，通过。去北京那些大熊的老婆小白兔挺好的吧，要身材有身材，对吧？要身高有身高，是吧？要颜值有颜值，是吧？不管你背着什么行囊，那个新来的那个保姆专门负责烧饭搞卫生啊，赶紧可以退居二线了你。酸甜苦辣也都要品尝。今天中午加餐啊。是不是红米早就买了？哎呀，买了个大虾，又作废了。哎呀，算不得什么东西，来了嘛，是不是？总比店里面吃要好多了吧，是不是？在这没有返程列车的路上，这没有油烟机哈，呛啊！都值得欣赏。这边肉还是。你说贵也不是十分贵，差不多，比我们那边贵一点，要贵一点哈，稍微贵个也快八千一斤，贵快八千哈，贵快八千很正常。你知道那活的这个多少钱一斤吗？活的我估计要50-60。80。八十，我问一下，好贵。80，哦塞，我反正是想买活的来。这边不一样。这边好贵。这边边境，这个活的搞过来不方便，知道吧？也是，这边它的这个路啊，高速路都不好走。这个是炖锅吧？
对啊，文化就是可以简单一点。这是老挝人煮菜的一种方式，我们等一下看一下他们煮一个什么菜啊。那两个小姑娘应该是搞豆腐吃吧。这里面 有两斤没有？那不止啊。不止啊。年冰块是四斤。这个我算过啊，应该有个净重三斤的样子。三斤呢？嗯，差不多三斤。三斤要合到二十多块钱一斤的啊。啊，他们好像有点像煮的一样哈、啊。就煮。啊，他们就煮不炒。没有像我们这样炒啊，啊，他们煮肉，煮肉啊，这白肉吗？这个来了，这个什么？哦，几包干粮。他们在老家的话，嗯，就是吃一餐饭就一个菜，基本上很多就是一个菜，简单啊，就一个素菜，他就这样简单。荤菜都难得吃的。多吃素，这锅买的不好，还搞得这太复杂了。现在把水炒干了，下点酱油。做过酒店的人炒的菜都不一样啊。哎，这种都是家常菜，这种只是家常菜。放点老抽，放点鲜酱油。反正胃下的比较重，胃下的不重没味道。现在的肉不像以前那个肉香味足，是不是？嗯、白煮都有味道，现在全都靠料来调味的，是不是？饱了，饱。这前面也是软的了，我今天吃的没有。你会怎么包装的？这个它整的像煲汤一样哈。自己蘸碟的没有？有。你叫不到的，知道。高铁要到到也行了呀。他们喜欢四川的口味，他们喜欢辣中带点台甜，再带点酸，酸甜辣。这个土豆应该也是要煮。要煮的哈，应该是要煮。姐妹，姐妹，这人我认不出来。你看着都吓人了。这个虾子老黄，锅一煮，那你芥末一蘸，是不是？要不搞花妹。今夜微风轻松，把我心吹动。
多少尘封的往哎，还是做的少，估摸着做的不熟练。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。你是那美梦难以忘记，深藏在记忆中。只有历经百转和千回，才知情深意浓。就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这叫做专业，这叫做对吧？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他们什么都不会放，什么都不对。是否还记得我？大概是忘了我。是老人都不会切，他们有些还拿在手上切。我看见他们他手上切，我切的火。他们喜欢削。嗯，你上去切吧，你切吧，你切个蛋。别把手切掉了。今夜微风起，熟能生巧啊，不可能一下子你这样子切得快了。多少尘封的往日情，重回到我心中。往事随风飘送，把我的心刺痛。你是那美梦难忘记，深藏在记忆中。这个招不平，他们也是放在里面吧？也是放在里面。总是要走遍千山和万水，才知何去何从。为何等到错过多年以后，才明白自己最真的梦。是否还记得我，还是你忘了我。今夜微风轻轻送，吹散了我的梦。那一块一块的。要不要比你们快吧？快。听不懂。听不懂。火火。哎，这是不是火关掉了？应该走好了吧。嗯，好的，我找了，来到了。他们会说简单的谢谢，不懂哈。那跟中国人上过班，再说又跟大兄在一起，应该好一点。跟中国人上过班的都会简单的说一说。莫哥，好了没有？好了吧。好了，装起来。阿丢，不行，跟我来带哦。刚刚来到了越南了，说这个他们就算煮好了，还有红烧肉，来上来，准备吃饭。这个米汤啊，再见。三天再做熬不行。就准备喝。拿大碗。嗯。尝一下他们刚才炒的这个菜。哎，这是老温人炒的啊。这个茴香。我是吃不惯，别有风味啊！我吃一下他们打的汤，这汤应该吃得习惯。对，汤很鲜吗？汤很鲜哈、啊嗯，他们汤做的是挺好。嗯
坐不下，等一下我们下一趟啊。邱大哥辛苦了。嗯，不辛苦。下好不好吃？好吃。现在总共有几个厉害的？龙龙，拿凳子跟阿夏坐一坐一起。对，你在这边看。阿夏，那你坐一个凳子，阿夏。我说叫龙龙跟阿夏坐一起，阿夏听懂了，是不是啊？让一半凳子叫龙龙坐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要不你坐那边吧，那个你给我。哈哈哈哈哈！来，阿夏坐一起，坐一个凳子。他们早上上班做题，我们饭也吃好了，我就在这里看一下他们学跳舞。这里那个老板说，那我儿子帮他干活，所以让他在这里，把他扔在这里，一个人让他在这里，学习一下哈，让他跟那些人多有接触。今天我们去阿夏那里哈，我们刚刚回来，我们准备跟周老板还有邱大哥说回去，那个周老板说。叫我儿子在那里帮他做一下事情，哎，你可以学习一下啊，对你自己好处，啊，然后那么多女孩子在那里接触，是不是也可以把你的口才，别说我的胆量是吧？我见到女孩子还行。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工资高不高，我们先不去谈。是吧？就是先去学习，学会了嘛，学会再说这个事情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儿子加油啊，先练口才，做主持嘛，肯定要说话，对不对？把我儿子的口才练好了，我看好你呢。